近日，小花张雪迎迎行程从北京机场起飞，她身穿一件黑色带白字和桃心的大衣，搭配休闲牛仔裤，十分帅气，戴着墨镜，长发披肩，除去女神范儿。因为助理的跟随，她完全不用自己动手处理事情，一切都有几位工作人员帮忙搞定，而她只负责美美美就可以了。她也乐于全程当闲人，在一旁玩手机，偶尔跟工作人员说说话。不过不知道是不满记者跟拍，还是在镜头前保持形象，他看起来有些严肃，全程无笑脸，高冷十足。